他说我要怎样才可以印签，我要印签，然后老师就有教他，然后他就烧了之后就是这样，我爱钞票，钞票爱我，我爱钞票，钞票爱我。你哥不也屁笑？对对对对，我就站在那旁边一样看他。哎，就奇怪，他们硬是要我喝水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有煮了一个胡蛙在里面。他才跟我讲说，前一天在师傅那边，师傅讲了什么事？说你有危机。他说我。上面困的狼比较容易上当。小拇指哈。长度低于他的话，代表自信心完全崩溃，对自我的了解不够。哇，我要自信又没自信。欢迎收看《冰火五重天》。哎，人生哦，有个人足福气的啦，吼，咱都讲啊，我拢捧你的福气，啊，福气甲衰是要安怎？有个人哦，都会去找心理咨询师、咨商师，啊，有的就是较迷信的吼，就去找命理师，但是利用人的弱点来去甲人欺骗。那就很糟糕了，所以今天呢，不是只会被欺骗很生气，连我都很生气，因为我有被利用到，所以我等下要再给赔一下吼。而且来介绍咱这今天来的好朋友，来胡瓜银囝婿的某，欢迎，是呢，哎，你嫁尪了，真倒水，嫁尪了，真正。都给咱介绍的这个吼，阿伯嫁尪，我们于彦琪，大家好，未嫁未嫁，啊，就给咱介绍这个是，不，律师阿伯介绍你。李律师，大家好。哎，啊，这个就是知影真侪空胖了，跟咱道共社会记者刘俊耀。林明杰哦，大家好。哎呀，我讲这个，哎，歹心的这命理师里面哦，伊应该无算到啦，免惊。哎，换过来哦，欢迎张维忠老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实力啦，不是啦，别讲了，不是啦，别讲。伊哦，伊个形，伊个形真好真哦，都一个这个妹妹头，红目镜。所以这款的其实哦，你也看拢人模人样哦，人模人样哦，这个人哦。讲骗讲用性交来虚邪，但是毛叫你讲的你用骗真呢？这到底去用骗的这些人到底头壳是底什么米色？张老师，你平常都怎么跟人家讲？对不？我平常就跟你讲，不要乱跑整形中心了。我等下要问你，这一定绝对有一个撇步，无就像你讲讲，伊讲要用呢？用迄安尼来检查身体啊，你也唔知影讲这个创啥，无遐戆的啦。所以到底恁个乖龙啊嘴是啥物用，啥物步数，一旦有人讲这个程度来吼，以迷信的母女哦，迷信的妈妈把她的女儿推入火坑，推入狼室啊。这个命理师哦，以及连命理师哦，这袂使安尼讲，叫做命理师，叫命理孩啊，真正叫孩啊，命理师啦啊。伊烧一张符，讲安尼爱5万呐，啊性侵之后哦，佫共讨12万呢，无钱共赔偿，佫讨12万吼。啊，这个伊讲，只要讲常上电视，吹嘘帮艺人来解厄，我先甲大家报告，阮这个《冰火五重天》已经5年外，他佮今年9月是5年啊，哦，过来就得要6年了吼。啊，阮唔捌请过这个人，唔捌请过，啊，所以真侪这个记者咧问我讲，讲伊讲有上过你的节目，啊，那命理的物件我都干呐。阮是憨憨啊，最近因为詹老师太高追了，他知影伊无咧共骗哦，就较常要邀请伊来安尼吼，所以你紧来认者，这个人你办了，拜你。这你爱做，这你的行业，这你的行业你爱做。这社会抬不起头来。这位你的行业你爱做。还快点两回嘛，江湖术士。你不来江湖术士，张老师一起江湖卖艺，对，没晒干我不留。但是你要出来搞人，你的主持正义，你看你话无够力就好，真无义，无破，一点啊都无。真无义。所以咱就卖叫伊，伊无够力的。我这款的人哦，伊讲会不甲我上节目，因为阮5年外我毋捌看过伊吼。啊，那话讲，干呐，甲阮翕一张相了，要来骗钱的吼，人客啊，真侪人拢爱甲阮翕相，阮拢歹势共讲无爱。啊，那知影伊是套路是咧创啥，所以哦，人要甲咱骗，家己爱真注意。他们。不是他们那种不孝的，什么叫不孝？他们的行业他们的那种不孝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人家是说这种骗子啊，是人类最伟大的心理学家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先知道我要从什么地方切入。心理那一套。我，你来，你不外乎来问事业嘛，来问感情嘛，来问家庭，问小孩子，问先生。哎，拢已经先甲你问啊，你讲一半，你是来问感情啊，问事业。爱就知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这款哦，我讲纯多。
都要一共哎，公公，白痴才会这样。嗯，哎呦，树多必有枯枝，嗯，人多必有白痴。所以，男的这些星座，哇，或者怎么理解，或者小太姐白痴啊，也是一个女星。她呢，出道当应该出道没有多久，但是不出名吧？不出名，没有很有名，但是呢很漂亮。哦，你骗他说你帮他算有圆明星梦，如果是有算的就好了。串通的，对，那骗明星有三种人，一种是命相师，一种叫做导演，一种叫制作人，一种叫记者。记者，我说就差一点点，如果我太用力，就脑溢血就中风，要不然就甚至走了这样。他才跟我讲说，前一天在师傅那边，师傅讲了什么事？说你有危机。他说。我听起来很卡拢强起来。有三种人，一种是命相师，一种叫做导演，一种叫制作人，一种叫记者。记者，影剧记者，戏种，就戏种。记者就很少，社会记者都是后面帮他收拾烂摊子，都是在后面的捡垃圾的。他那个时候是怎样？比捡垃圾还差一点，真的。一来不晚，他就报，那已经非常艰难可怜。那这个新闻后来我们都没有写了。因为那个，所以你们违反自己的职业道德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条子，那个条子，拜托我不要写，因为这个是被害人，写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，去那个，因为他已经失身了嘛。那这位白痴是怎么样？不，这位女星呢？很傻，她就是幸运不是很好，她觉得她自己条件很好啊，哎，所以讲伊都去猛行嘛，哦，都去猛，你咪猛行了贵，叫猛了贵，叫猛了贵，啊，这个贵就甲讲安尼，来，我甲你解。我给你做一个什么？讲我来做一个什么？我还记得哦，有讲他给他地上摆了一个什么样的八卦阵，下面钉的对啦，哦，阿的白杯啊，下面的，阿的酒呢就灌来啊，灌酒 XO 安尼，哦，阿就倒了，倒了，哦，阿就开始做，现在灌到嘴了。哎，伊讲这样，这就接下来摆这个是八卦阵啊，下面钉啊，一定要喝光，他就弄个八卦要让这个女的跳进来了，就八卦啦。这样呢，我来创作了，你来啉，因为这样这就是要帮你解的。我创完了，你都爱啉啉的，我如果给你创完了，伊若像油梨花咧，酒龙酱肉都不，我不应该。啉完了，伊就开始戆啊，戆了后咧讲啊，即马来啊，第二单，就是要有阴阳水的，咱讲的阴阳水。阴阳水就是你会甲我会出来，迄叫做阴阳。但是伊讲的阴阳水是哪？我以前听着伊讲，啊，你要有阴水，你来阴阳水，你都爱吼，落去伊个浴室内面哦，爱浸。啊，浸了了，阴水就跑出来，阴水就你一滴的阴水，再加上我的阳水，啊，那对话可能阴阳调和嘞。结果那个女星怎啊走？那个起来，真正去浸，浸啊浸，热嘛，烧水嘛，啊，佮恁个头啊戆，啊，煞头啊戆，昏倒。啊，伊要去浸的时阵，佮烫光光，讲你哦，我伫外口袂甲你安怎，你着吼，你来哩。你出来外口，我会甲你安怎？问题，迄个锁吼，迄拉巴锁是外好外间难开的，迄个电工去看迄个现场哦。那就是一箍就会使开开啊！一箍银就会使开开。所以有数啦，有数。好，安尼叫我开开。就叫叫。叫用伊落去。叫说我要羊水给你。阿边啦。阿边啦。去报案的时阵，报警方去彻查的时阵，人那个走去。啊，结果这个案件就是无头公案。迄个人即摆连虾米人甲强奸伊嘛唔知。啊，伊蛮唔捌的，因为譬如讲这个做。无盖板啦。哎，张维忠是本名还是？本名对。好，对，来看，来看身份证，来看我清楚了。你有对吹，咱就知啦，咱就知。啊，无对吹哦，拢艺名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各位，咱是本土的吼。你算命就要找本土较走无，较未走无路。啊，无要找到。有诶，找咧香港诶。我甲你讲，香港诶有名，来我来一个，我拍一个，我来讲。为什么？本土的命理师要尊严要维持。哦。很多媒体一直在捧香港的某命理师。这么铁板神算。我跟他们都下预，我都跟他们下挑战书，十大预言。怎么说？以前的书信的。书信某香港命理师来台湾，对对对对，我就跟记者跟电视台讲一起上节目来 PK 十大预言，是的，人家比较气度好修养好，不理我就走掉了。好，啊，你要 PK 哪一方面的？都可以，你们走向命相、骨相、颜相，媒体都可以，不要一直宠那个外来的和尚。哦，可是他一定要是本土的，你要羞辱自己本土的，是因为就本土和尚有穿衣服，本土和尚嘛，你不穿衣服在那。所以那么叫爱台湾被他尊重啊？没有，那是少数的嘛。我们有名对有名的嘛。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万生隆隆，
后来害多少股友跳楼？什么叫做万生龙？他说8月8号，97年8月8号以后，股票万生龙龙。万生。我说是蛙声龙龙，救了多少股友？后来98年年初股票3000多点的时候，我说上看6800，股友别自杀，我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我就是救了很多为股票痴迷的人。你真的专业，但是真的问题就出在你那个脸跟眼睛。我可以改呀、啊，还有你郭富城的头发，真的，你自己也重港好不好？跟你我来，我你们记住啊，你刚刚唱郭富城的歌爱不完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你的嘴你的嘴都嘴唔掉边啊你啊。乾坤乱造，我来问你们苑琪啦，苑琪是一家人，真的都是蛮迷信的。听说你姐姐比你更迷信，有一次3更半夜4点，把你揪出去做上面吹上面师傅啊。我这辈子就算过那一次命，就跟他去过一次，以后都不敢再去。什么事啊？就是那一天，他就一直跟我讲说，他朋友认识在金山。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，怎么说怎么准的一个老师。我听讲过呢，我听说过呢。对，可是都是要半夜就要去，因为他一大早就开始看，然后就会排队，然后他就好，那我们就不睡觉，就是3点就开车去金山，然后就开很久，又不知道，就路灯也不亮，路也很小的一个地方，到那边就是刚刚天亮，大概5点，然后已经有人在排队喽。大概已经3-4个人在门口排队，好，那我们就排一下。然后我们也是问桃花啊、感情啊、事业方面的。那老师讲的，我觉得是模棱两可啦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。千万不要看着我，他讲。所谓的模棱两可，一起攻上。就是反正就是讲说你啊，你可能过30岁以后再结婚会比较好。越晚结婚越好，所以你早结婚会早离婚。这样还 OK 呢，这样不是叫做模棱两可，伊都叫你讲，你都心智还没有成熟嘛。可是就差不多啦，对啊。大部分都是安尼讲。伊今日甲你讲收早，结果你头花拢无来。因为对，因为我第一个印象我就觉得听这个老师超级准，应该会讲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。结果呢？就结果就是还好，然后讲完以后就是给我们一份那个金子、银子嘛，好也是付钱，然后说要我们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几千块吧，不是很贵啦。几千块是贵呢，那也不是很贵，是贵呢。没有没有，我姐还有更贵的，所以这个还好啦。所以你姐真的就是那个傻 A 的妹妹。对对，她就给我们一份金子嘛，就说要我们到我们家里附近的土地公最近的庙啊去烧。OK， 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没睡觉嘛，大概回去就开回北投，大概6点，6点的时候，我姐跟我就在那边烧吧。然后我就看我姐在烧的时候，因为那老师好像有教她，因为她特别问她说：“她因为她之后要去澳门，她说我要怎样才可以赢钱？我要赢钱。”然后那老师就有教她，然后她就烧的时候就是这样：“我爱钞票，钞票爱我，我爱钞票，钞票爱我。”你可不可以气笑？对对对对，我就站在她旁边，我就这样看她，然后我们都没有睡觉啊。然后那个阿公啊，就早上出来散步，阿公阿妈就会钞票爱我。我还钞票，然后阿公呢，去笑一样。对啊，从今以后你就不算。从今以后我就不敢去，因为我看到我姐那个样子。但我还想请问你，早期啊，我们真的都看过你妈妈踢打。哦，真的，你妈，你唔捌看啊？你囡仔唔知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能不能？你自己有没有看过？有。看过他的样子，你有没有模仿？可以，来，你模仿一下妈妈踢档，真的，妈妈踢档啊，一样。其实我小，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看的啦。我看我们看的有没有一样？就是小时候看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人家问什么，应该多多少少都是问。名牌啦，对对对，恭喜贺一航嫁的郎啊，不怪其他的。六合彩的号码嘛，妈妈就一样嘛，拜拜。贺一航跟诸葛亮啊，对对对，拜拜。请最多都是那个三太柱。三太柱啦，三太柱。还恭维说，有啊，哎呀。三太柱就是金娜嘛，模仿就是，啊，阿贝吃糖啊，妹啊，好，然后你给他糖，他就说，我吃糖你，然后我妈本来是不会讲台语，她台语讲的有够溜，哦，溜啊，是白天还是晚上？哎，几乎都晚上，晚上。那我们看到的不一样，你看到是三太柱较高级，三太柱我看到会较恐怖，真的。我们在后台，我在化妆，啊，以后我在化妆，会告我公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眼影弄这样不对，然后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惊安尼歹看，不过真是这样，我怎样呢？拄好都过来甲我讲，然后我惊去会误掉，为什么？他那个脸哦，
五官哦，变成他在尽力把所有的五官通通张大，就像人咧叫叫咱一种迄落运动哦，张最大，然后缩最小，对吧？伊就是安尼。好像有这个表情，你看过，你看过对不对？啊，那哎啊，然后就看哦啊，一个哎呀笑哎，后台拢笑哎，规团，都规了，规了哈，迄落。水老仙姑啊，水老仙姑啊，今天要出几杯，要出几号，安尼，哎，怎么，他也真的，他其实伊也无讲啊，但是伊嘴，嗯，你这样比啊，八号啦，八号，啊，就讲八号，别，空杯，但是三不五时啊，佫真正佫有遐死囡仔逼出来，但是啊，因老母哦变作凶，你知无？凶到哦，大家拢来求，求啊！你爸爸也不对，你爸爸也不来带他看医生，或者是他还开放大家来求，开放他来求名牌。你爸爸，那有一次我还问你爸爸说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你的暗喜啊，满不离你想要跟他 happy 一下吼，都安尼，都的，你惊死无？伊讲我都怕安尼啊，我讲啊你安怎？伊讲我都快抓掉的啊，因为伊讲。啊，然后伊讲抓掉，抓伊袂掉。伊讲正在发作的时候抓袂掉，足有力的，伊就紧放开哦。啊，放开之后，伊讲我就跪落去救命吧。伊嘛甲叫神哥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你们家，我现在不是故意讲这个，你们家有这样灵异体质的现象，所以请问有没有遗传？遗传给你或遗传给姐姐，有没有？姐姐好像有一点。你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啊，弟弟，哎，弟弟，其实上一次弟弟的崩溃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被遗传到那个灵异体质。我觉得一次给卡到啥那的感觉。对啊，他自己本人是跟我讲，是说他那个时候就很像就是一直在做梦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因为一个人就好像一直在做梦，然后一直看到一些人家看不到的东西。所以因为你妈妈曾经这样，所以我看你弟弟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不奇怪。我个人啊，一个妈唔甘啦，一个囡仔呢。啊，用啊，讲唔甘，但是我是不奇怪的。我更要问说，爸爸要选立法委员的时候，有没有去猛行？我们之前是有去那个五台山呐、啊。五台山在大陆哎。对啊，钻那个。啊，大陆边的在那台湾那边钻啥啦？怪怪怪呢，还钻狗洞哦。钻佛洞。钻佛洞哦。全家一起去。啊，不过人伊嘛酸屌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妈还在那个天空看到一条那个彩龙，所以你妈妈就是特别彩虹的龙。哇，你给她看一下，叫我跨几级门，跨个四哦，跨。那你看到条彩虹？可是真的，对，真的。我妈因为我们是在拜拜嘛，就大家好像有一个法会这样子，我们家这样子拜拜。然后我妈说要正好要走的时候，我们一走，然后就马上开始下大雨。下大雨，他下完以后才看到那条彩龙。嗯，对啊，是哦。哎，所以其实也不能只讲你们的哈，人拢是哈。那你较平顺的时阵，都开始相信。像有一阵子啊，是你老公要开诊所的时候，因为爸爸要投资嘛，所以你爸爸嘛，带人去问。他，我跟你讲，他非常非常迷信。光我们诊所，他已经找了大概三四个不同的人来看。那你刚说打官司那个是之前很多官司嘛？那这个是就瓜哥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受洗了嘛，然后瓜哥也不敢跟我讲，但是他就带着我老公跟我，有一天我们吃完饭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去看一个朋友。”这样就一进去就是一个法师，那法师当然就坐在那边啊，就他一进来他就说：“我觉得你来晚了。”哦，就是你老公后来被说什么跟毛毛怎样？不，是官司，公司的官司。官司哦，就是之前有一个小姐说那个果冻是这样的官司，对。然后她一进去，她就说你来晚了。然后我老公也说啊什么啊，师傅你好厉害哦。可是我心想说，她说你来晚了，你懂你讲什么？广东的嘛，专业来晚。对，然后后来反正就去，然后就讲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就规定她说要吃九十天的香蕉，然后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，不能穿亮色的。然后不能吃牛肉，低调的，你的手下，然后不能吃牛肉，这样啊？结果呢？有用？官司还在打啊？好，对啊，就官司还在打。那官司打的有没有越来越轻、越来越好呢？还是怎么样？但是这个东西就这样，说不定它本来就会越来越轻，因为说实在话，我们你就不要吃香蕉，不是你想想，因为叫以前乌的嘛，较低调嘛。啊，香蕉哦，你一直吃的，看到香蕉就知道你家己香蕉莫想歹。有可能，他无代志啊，对吧？对，他们就为了毛毛的事也求助过高人。那个时候是我们要结婚前，去有个姐姐就带我们上山这样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就不进去。在哪里啊？这个苗栗新店的山上。哦，是啊。然后
我听过，对，我有听过。然后我就说我不进去这样，然后他们两个就进去，就一进去出来，然后哎，李湘就摸我头，然后就一副快哭快哭的脸这样。怎样？然后我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们两个又不讲，因为他们知道我那一阵子其实对这个东西。提莫加拜。对，然后后来他们就不讲，然后回去就说啊，反正明天婚礼就好好办啊。那时候离婚礼还有大概三四天这样，他说啊，反正婚礼就好好办啊，怎样有没的，然后回去就反正大家泡茶啊，喝水啊这样。哎，就奇怪，他们硬是要我喝水。嗯，然后原来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有煮了一个胡瓜在里面。嗯，然后后来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要参加婚，就是要去办婚礼前两天，我在医院整理东整理脸嘛，就打电波拉皮那些有脸的这样。就那可能累了太多天了，那天就忽然间呼吸急，因为本身就有气喘了，然后就呼吸急躁，然后整个痉挛，然后整个人变紫了这样。那过程对我来说大概已经快一个钟头，可是旁边人看都快吓死了，大概只有五分钟，我说就差一点点，如果我太用力就脑溢血就中风了，要不然就甚至走了这样。后来就送到医院去，然后打了点滴之后就好了。然后我那个姐姐，我打给她，我就说姐姐我在医院，她吓死，她立刻马上赶过来。我说你干嘛那么紧张？她现在没事了。她才跟我讲说前一天在师傅那边，师傅讲了什么事？说你有危机。她说她一进去那个李，她就跟你这样讲说，我听起来很开朗起来。她说你这个哈，这个肠子那边有问题，就那个我就看那个高检署的检察官哦，就脸色都变了。可他就说胡说八道，就坐下来。他没有继续骂哦，那坐下来。后来隔了没几天吧，大概是在那个礼拜，我就接到他的电话。我一个，你干嘛三个张颖来搞我破杯啊？什么鬼啊？紧张，他现在没事了。他才跟我讲说，前一天在师傅那边，师傅讲了什么事？说你有危机。他说他一进去那个，他就跟你这样讲说，又来了。我觉得你来晚了。然后呢，他说就这个事情有救，你被女生陷害了。反正就讲了，对毛毛的事情。然后讲完了之后呢，他就坐下来说，不过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我说我看到了白包跟红包。他说红包顾名思义就是婚礼嘛，但白包他说你老婆有一关会过不去，可能是在诊所会帮你挡或是怎么样这样，因为他就跟他讲说，可是我跟毛真的没怎样，他怎么会可能想不开？他说不是这个，是他会帮你挡了一样东西要挡下来，他所以他才会弄那个胡啊给我喝，然后结果你是帮他挡了什么事？就是在诊所啊，他可能是因为我正要麻醉的时候。然后就忽然间心跳加速，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。他就说，如果这换成是别的病人，或是年纪大一点，可能就挂了，可能就挂了，你可能就又多了一条医疗纠纷。所以是自己太太，所以看不待急安的掉。对啊，就可能就跟诊所打。那后来是什么？又急救还是怎样？后来其实就还好，因为我就是那一阵，我刚起的过后就脑浸光，对，痉挛之后就脑浸光，然后就开始发冷，然后就诊所打点滴。因为现在女生哦，拢减肥了。就是减肥啊，吃的物件不够多，某方面本来就比较缺乏，然后这个麻醉药一打哦，不也不够。然后因为那几天又特别累，尤其五一的代志哦，你觉得实在是很烦躁哈。对，我问俊耀姐啦哈，有的代志哦，你也袂当我你讲拢无信啦哈。你做记者的过程哦，讲有三太子甲你预言什么代志？所以恁都话你讲三太子的时阵啊。还是肃然起敬。哎，我其实我心里面是我对他是很尊敬的。我绝对做天气，我也不迷信，因为照社会嘛吼，所以讲，但是呢，有一寡代志发生伫我身躯的吼，让我不得不相信，吼，但是讲我这个做记者的代志，我读台北工专电机的，我要毕，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有工作了，因为那些大电子大厂都已经有那个聘书到我们学校来，可是呢，我对于这个念去做电机这道啊，我是就。就不介意，那是为阮母爱读的呢。啊，即马要退伍，要退伍的时候，毕业了，我咪做兵。做兵的时候，我就等退伍，特别出社会。我咧想讲啊，安尼后摆是要做啥？阮母啊，甲阮阿姨，伊拢想讲啊，我后摆一定毕业就是做电机这道的嘛。头路人拢聘书拢来啊。但是我心内唔是安尼想。结果因呢，就去问三太子，讲啊，即阮即个囝后摆是安怎？因为无，恁这囝吼，当然，迄个声我袂晓学啦吼，三太子的囡仔声嘛吼，
啊，这是阮阿姨耳话听，伊就讲啊，伊就是去问的时阵，就讲你这个囝吼，伊的是属木的啦吼。嗯。伊吼，咪做公务员，就是做记者。但是伊这个个性呢，伊袂去做公务员。嗯。伊未来一定做记者。做记者。我的心我袂，哎，全部都是啊。做记者。我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伍。嗯。哦。啊，那时候我连决定的事情都还没有。嗯。退伍之后呢，我再做两个月的广告 AE。到了退伍的第三个月之后呢，才有一个中国时报有一个缺，我才去才印证，哎，才上了。所以呢，隔离他们呢去问了那个三代主公要做记者，已经过了个月啊。但是因拢无搞讲这代志，伊嘛拢无提起这代志。尾啊，我怎有一天讲，哎，甲阮母啊讲，我即摆要来做记者啊。啊，阮母啊嘛无讲哦，阮母啊点咩样？阮母啊知影我这样盖地去，伊若讲什么话哦，讲三代主安那样哦。得救，我来给他骂。哦，我来，哦，你是这迷信啊嘞？结果是，我阿姨甲我讲，有一天，我做记者做不来几个月啊，半年啊，差不多。我阿姨来，对着讲，其实要做记者，我早就知啊。只差不多一年前哦，我去问三代主，就讲你一定去做记者。哦，所以你就开始就那相信了。一路，我着做记者做二十几年嘛。嗯嗯。但是我上个相信的是哦，我甲我的前某。会生一个囡啦，情母，所以你今麦阁有后母哟。所以咱拢咧讲别人，拢唔爱讲家己，未来拢讲家己。我拢讲家己啊。哦，你看，我听讲恁情母有怀孕的时阵，啊，迄个囡仔三个月讲没有心跳，差一点嘛甲漏掉去。对。啊，尾仔有生落来吼。有啊有啊。有生落来。这个情母呐，这个我情母咧怀孕的时阵，怀了三个多月之后，本来拢真，因为之前有几届流产。嗯。啊，所以讲刚刚有一个习惯性的流产。嗯。啊，叫即摆，所以讲伊佮怀这个的时候呢，啊，着足，大家都足仔细安尼吼，我照顾安尼，安尼袂使叮当那样吼。啊，叫三个月的时阵呢，有一天去做产检，讲啊，你囡仔已经无心跳啊，胎死腹中。我讲啊，就很难过啊。有个这细节就歹听吼，胎死腹中。胎死腹中啊，就觉得哇，怎么又来了这样，好。那就回来，但是大家说那就是要做人工的流产。嗯，但是呢，主治医生呢都要出国去讲习，一礼拜才会回来。哦，回来之后呢，因为我那个荣总的医生姓严，严肃的严，我都还。医嘱讲要感谢这个人就对了。对。啊，结果但是我等我就讲怎么会这样呢？我阁不相信，我阁带伊去别个一个医院，一个蛮大的医院去再做检查，另外一个医生再做一次检查，一样这么说。一样说没有心跳了。好，那这次也确定了。啊！就等这边来，等你回来了呢。哦，啊！即摆这个时阵，我就甲阮母啊讲啊，阮母啊就知影，哦，就去求三太子啊。三太子就叫开符啊，给伊符啊水，啊，等下好啉，啊，等下就去用迄符啊水哦，在房间哦，一缸唔知几盖安尼啦，用安尼用。啊，我呢，死马当活马医，因为我心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想法，我想我这一个胎死腹中啊。结果好啊，就一礼拜到，哎，知影医生回来啊，我就带母啊无来把它拿掉。嗯。结果去的时阵，医生讲，吼，你这小孩子怎么那么健康啊？你看你听他心跳，砰砰砰砰砰，我想眼泪都马上掉下来。没想到会这样。没有想到他胎死腹中，然后你经过一个礼拜，其实那个心里面那个礼拜是非常难过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都不敢去谈这个事情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死马当活马医，三太子开了这个符水。跟他讲，我嘴拢无食药啊。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。哎，我想听一下，冰冰小小叫。我当这电话就抓，因为我这样就 T K 嘛，我不会相信这种事情。从此以后，你就足尊敬什么？但是发生在我身上，后来那个小孩子现在生下来，现在。哎，所以好，刚才医生无爹呢，医生有爹，很仔细，提掉，你刚的提掉一样，你刚的提掉一样。哎呦，啊，就是迄个无主持，这无爹，我搁等来厝。哎，啊，搁去遐咧，所以我就觉得。三太子对我来讲，因为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才会觉得哦。哎，听讲迄囡仔甲你生做做残疾的吼。行咧路，若看到这，甲我要讲，千万唔敢拍。嘿，无啦，哎，若生做查甫的，像你之前哦，就查甫生烟斗。是。啊，若查甫囡仔生做你之前的，我爱穿假鞋，迄个戒指无。不是。我都甲讲，我讲哦，得你若。读到大学毕业哦，我无介个假装，但我有一笔整形费用给你。没有啦，那个女大十八变。开玩笑。女大十八变。我女儿是有在看电视的。也不过，有时候啊，因为他是有医学在帮他做根据，但每当公你在一起 gay， 但有的
真的是魔术哦，像你拄仔咧讲，我就先甲你讲啊，是毋是有人讲我什么倒落，啊就按内底甲你提一哦，调提一碗那个乌来血出来，啊为什么提一粒不都油渍出来哦？拢提东提西，搁后低后上去假。不好的。以前无一个抓药的那个张颖，就带落来，迄你办的嘛一件代志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张颖请你还是别人请你？那起诉的时候，在原审的时候是讲诈欺罪，都是你变几挂模范的迄个魔术，好魔术啦，然后是。骗这些人来改来跨北，来跨北，尤其哦，光诈欺哦的罪不是那么大，他罪比较重的是，万一人有重的病，啊，就信利，还无去看医生，安尼跨北安怎？对，这在都有一个问题，伊第一的时候判的是诈欺哦，伊讲你这是假，可是高一的时候判的时候吼，高一都无啊，啊不是啊，高一就讲，就算你是真的，你也袂使做医生。因为你无牌嘛，你没有 license。可是这里面的那个转换的那些规定哈，你好像有变讲，一个是否认他是诈欺哦，他不排除他是真的，在至少在高院，他不排除他是真的，所以他说你是真的也好，不是真的也好，你不能当医生，所以诈欺罪被驳回。对，但是他那个药，你有没有问他是从哪里抓出来的？这里面我可能就是替张颖要说一句话，因为当时在法庭哈，去法庭顶管的时候。有三个法官，其中上这个面，你叫伊表演给伊看嘛。朱信讲，你有材料，你表演给我看。好，哦，就是你有本事你辩出来，我判你无罪。啊，那个女性的法官就是很受人家尊重一个女法官哦。然后她突然间，我们就觉得突然间这个法庭里面就满是药香。哦，我这边我已经改拜托讲，你千万莫变啥物啊出来。像这片有阿弥的时候，惊一个，这看他真的手上就一摊就是。药出来了，那药出来的时候，因为随时拢有穿便便的，我就爱讲。然后那个朱信在边啊吼，就是咱面对的时候，这些窦秋平、这些郑平、这两个法官讲，这假，你变魔术。上趣味是上郑秋平迄个法官，书记官，无，还是法官，三个法官其中一个吼，伊就讲啊，伊讲不对，我从头到尾盯着他，我看不出来他是变魔术。所以那个女法官女审判长一东西都做这样代志。好了，下一次后合办。哦，下一次怎么样？后合办，等于讲时间我另外都等，另外都规定的时间我另外定，因为拢工期啊，不是伊工期哦。连做律师，两个律师啊，拢讲。我目睭看到，我不能否定你啊，我唔知要安怎办。对。小啊，人讲后处再审，我等下咱过来想想的，看这要安怎。其实是安尼。但是张云的案件是要用踢爆，那就是魔术师给他踢爆的。嘿啦。啊，就是电视台佫给踢爆。翕到看伊对后边去揢一个啥物物件出来，一个黑点出来啊！但是我感觉迄个女法官哦，我感觉安尼嘛伤过主，不是啊，较单纯。太单纯了嘛，因为对一个魔术师，你要看国际的。免啊，让你看会出来破绽。从头盯到尾的时候，你还看不到，他已经变完了，你都要觉得那个。我李律师啊，我听讲张颖在那个法院的时候，然后他除了变他的药之外，啊，佫看到激动就发光讲，哎，你有病安尼哦，人讲安尼哦。伊这是。足狠的，因为当时阮是其实阮是组织啦，阮做律师是组织讲做。你卖个安尼，其实我们就这本案来做辩论吼，来做这个证据的提陈啊，不必用这种方法，你有点消遣我当事人。可是我那个当事人他坚持到说，好，你既然要这样，我就给你看。啊，现在有一个法官就来看，讲哎，你目睭够硬。可以法官，法官的目睭够硬。我看你目睭有只够硬，这法官都无啥承认啦。不过法官，你目睭够硬，咱咧会晓看就看有啊，对，小可看是大灯，还是有啥物青光眼，咱都看。最后时间啦，一进前都手术就是视网膜剥离，好，类似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，当时迄个检察官伊也徛起来讲，啊，无你有材料，你看我。伊当然是迄个故意啦，因为你要是有本事，你看我。哪里有出错？已经不信邪了，已经不信，我再不相信你这样搞，我你看嘛，啊，结果检察官，以前我搞熊灾嘛，我搞熊灾，你看我，什么意思？你外面有两个女朋友，没有？性病？就是那个温德温达奇希望讲不要了，我们还是有发现说审判长是不是能不能，这个有点荒诞，不要。就那个张颖的说，好，既然叫我看，我就看。他说你这个哈，这个肠子那边有问题。那好像在之前应该有动过，我看到里面类似有疤痕，就那个，我就看那个高检署的检察官哦，就脸色就变了，可是他就说胡说八道，就坐下来，他没有继续骂哦，一直不骂，胡说八道，坐下来。那我们当时的判断说，哎，有问题，可能讲对了，讲的可能讲对了，他说胡说八道，就坐下来，因为叫一些也够型哦，就是一连串的都批判，然后坐下来。
后来隔了没几天吧，大概是在那个礼拜，我就接到他的电话。我说你敢不敢叫张颖来跟我破病？问题是不是都很歪啊？对啊。那对夫妻就修了很久，他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一定是 double 的。”给我钱嘛，给我想一想，说是女生哎，他说女生啊。那就对了，所以我就是硬拜托宋子娘娘把你从男生换成女生吧。又在演了。问题是我当时歪啊，你有你搞盘啊，我就是不会帮你去治疗那一个人，我就不愿意这样。但 maybe 有时啊，咱看命嘛是安尼，三分看七分摇啊，加减嘛摇啊，都拄摇到的吼。对啊，你都有时啊就真歹讲。但咱卖讲，唔知个代志都要讲批判。我有一节就扯一下，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，然后就因缘机会之下认识了一对夫妻，那对夫妻就修了很久，他们就一看就说，哎，男生女生啊，我说哦，还不到三个月，还不知道。他就说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 double 的，一定是。那不是你回来，我袂走，你回来才要算账。给我钱嘛，给我就想一想嘛。然后后来好了，我就测出来是女生嘛，我就又回去了。然后他就说怎么样，男生哦？我说是女生哎。他说女生啊，那就对了。老婆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求成了。然后我就看他们讲要继续演嘛，他就想可以怎么演，他就说哇，其实哈。我跟我老婆两个有问过了，说要是是女儿的话哈，对你们比较好，所以我就是硬拜托宋子娘娘把你从男生换成女生。嘛是有这种的呀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其实那个江湖一点诀啦，讲话无忌惮哦，所以呢，巧的咱就自己爱自我就判断一下哈。问一下李律师，有位女生的大学生，她竟然也会去背有一个七堵的宫庙。嘿，读册读遐悬，啊，公庙真侪庙公拢无读册呢。大学生叫无读册骗，啊骗到去互你办安尼哦。我迄是其实就无算讲是正式的这官司啦，就讲查囡仔老母啦吼，啊就看讲这查囡仔正倒转来是安尼，伊遐哭，或者去互人去啊，变遮消磨了。啊，那一问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因为就是。有那个朋友在介绍说到宫里面去，也是三十多岁的了，三十出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去这宫，不是寺庙，是宫。我那时候就正式的寺庙没做一条代志啦，就是宫啦，拢是宫才有吧。比如说那个apartment那个公寓的哈，我按那大间的宫都没有，比如讲朝天宫，对对对，这都做对未啊？啊，你啊细间宫庙啊，你就要书记的一种的宫啦，金色。不，不是金色，金色是阿弥陀佛，所以就搭一个东西，就公才是道教的才会去做一些神坛，神坛比较接近。那后来就是来催，啊来催收到，当然咱就在回动地方的议员，啥咱就去在讲，啊讲的时候伊也早已离开了，啊是无去发生什么代志，哦就是猥亵了这一边。可是猥亵的话哈，我直接也跟他谈，我说你这个哈，一个大学生三十多岁的人。突然莫名其妙让你猥亵，那你有下药哦？而且他当天来讲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去，我可以验，其实没有了哈，但是我会跟他讲说我们有去验，我手上有些资料，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他马上就拿了一二十万，就赶快。哎呦，你敢吓你啦！敢吓啦！这边猛刘俊耀，听说你有个破除神棍四步骤。哦，什么棍？大家都爱想想在家，什么叫神棍啊？昨天公布真人真那个老师的那个脸，神棍练才是布局，他们都怎么练？一进来我不予置评哈。不安。伊哦，伊拢无咧去细波，伊第一波就无啊，先建立权威，伊都无咧权威感呐。这是我咧招小的时候，咱看到神棍骗财骗色这么多的案例里面，我们稍微归纳。好，那权威他怎么建立？等一下，你先建立权威。所谓的什么叫权威呢？比如讲，看到葛永红山，红山一个人跟我一起，皇帝前什么先皇转世啊？对对，有的讲我是什么仁波切第几代，什么回事？然后他还组了一个第一家庭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个人，他事情一夫多妻制，哦，一个人传过来这波啊，有十八个波，对，啊，伊传十八个波，啊，伊因囡仔若要食饭，伊也卖过来叫诶，啊，伊有诶。十八个三十几个囝嘛，一个无，另外一个伊个某娶出来，伊若无嫁呀吼，伊这男弟子来，这互你，这许配给你，啊，你说生囡仔嘞，拢爱去，拢得你爱带厝嘞做手工，
来供养他。哦，哎，就是用供我是佛。所以他是有一个王国，我是菩萨，我下面转身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，他跟谁合照？刚刚讲了啊，跟总统合照，合照哦，跟大咖的艺人合照，大牌明星合照。对，大家哇，大家讲这是建立他的权威。哦，啊，用这个权威群，大家都哇，这样点击点来看，哇，都爱去啊呢。中，不能再讲了。为什么有一些人权威？有一些人哦，哎，为了被建立权威，也提前去 OC 制作人，拜托给厉害华上节目。真的哦，不要乱指认，没事，我保留控制。还要戴红框眼镜，种类型供出来。张老师来阮家哦，拢免钱，啊，我一提我来问啊。哎，队长队长啊，可可啦，队长队长。不要啦，不可能，阮这是无，阮家是无安的，绝对无可能安的代志。不过哦，以阮好心甲大家报。对，那他会先这样，安内情形，那都较注意。会建立一些权威，或者他故意要去跟很多人去拍照，拍照干嘛？一点意思，这么一点钱，来，来，好不好？再来。第二点呢，他会造假一些神机，取信于人。比方说，七粒的迄个安尼七粒迄电话，哎，比如讲哦，恁到可能火光之灾，他在外要求呢，文山区的，家己去办，叫囡仔去甲办会，啊，恁到火光之灾，叫你唔相信呢，砰！放位了，你都哇有够准的。阿公，你最近可能会有血光，会有车祸，啊，你搁不爱相信，啊，搁那无发生，就叫人去给你弄。那就是非常的不孝的，就是说他故意就是要这样制造一些神迹，跟你讲，啊，你唔相信，啊，你该你处理了了咧，你就等下催我嘛，接下来就给你五十、八十、一百给你开了，哦，啊咧就造成你的那个咧信徒的一个恐慌，等下一般咧，处理他讲有得病的啦，啊，是因为即卖很多人都会。都有流产的经验，尤其阴灵很多。啊，你有阴灵哦，下面用这来给你恐吓，人来去用恐吓的时候，就开始心生畏惧，啊，就讲啊，安尼啊，无要安怎，这是要安怎解的，下面都开始哎，伊就钓啊，钓鱼，哎，我钓钓啊，因为刚才看到你的眼神、闪烁、表情，不安，再讲啊，钓啊，打中你了，那个时阵都给你予取予求，就后面就会骗财骗色，甚至有一些是那个癌症的，这个无医啊，哦，无医，病医都无医啊，对不对？来。我来给你医，台南有一个，伊讲来，我这癌症40万，给你救较好。相信刚才伊卖厝卖地，才40万落去，结果呢，伊人跳伊，跳伊了后呢，佫无爱下葬哦，佫讲吼，这老师讲的，伊佫摆三个月就会佫活起来。啊，有个人就相信个呢。那真，愈是装卡的所在，咱愈是常在咧骗。但是我咧讲怎样呢？这是咱看一般的，我建立出来神棍是用安尼，但是我拄仔有讲，三太子对我来讲。很神奇。我要问一下詹老师哈，什么款的人比较容易上当？如果有这样子手相的人，我会建议你尽量不要去算命，因为你自我的判断力跟智慧稍微有加强的空间。是。那如果我们的大拇指男左女右，大拇指这边的纹路，有的是呈现全圆的，有的呈现本畸形的，有个开口的，那代表你自我的信心不够。自主性不强，那到底是圆的不圆的比较好？圆的比较好。如果有开口的是，对，而且如果呈现这种弯度的话，代表你的感情形于色，马上你的喜怒哀乐被别人看出来。哎呀，无人来讲什么较巧的较巧，哎，较巧。啊，大家拢哦，我做巧，我做巧。你这个对情绪的表达，它比较容易外露，所以你的恐慌跟不安往往被人家容易看出来。哦，要过来。对，第九期这个叫做感情线。嗯。感情线越长，代表执着坚定，不容易受骗。那感情线如果短，什么叫短呢？如果没有超过这个，我们的中指跟无名指沿虚线下来的话，叫做短。短而有中断的话，代表你的情绪控制比较不稳定。有时候别人说什么会以讹传讹，或是被人家所蛊惑，这时候情绪的不稳定也是造成你破财被骗，完全吸收，情绪过于投入。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智慧线，智慧线哈，智慧线中间有一个倒形的，代表你的智慧有障碍，不是智障，不要误会哈，就是有阻碍的意思，有阻碍，也就是说判断事情的是非善恶是有阻碍的。那么那时候就产生更多的一个理性跟科学跟玄学产生冲突跟矛盾，要千万小心。是因为怨气共有哦，倒行的，倒行一个蛋，不用给几粒来看一下，倒行哦，我是智障哦。我倒得很严重啊！你说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嗯，没有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没那么严重，还好了，还好。老师，麦加了，麦加了，其次哈，其次过来啊，过来。其实我们的小拇指哈，一般跟我们这个无名指的第二节平行的话，
还好。如果低于它的话，长度低于它的话，代表自信心完全崩溃，对自我的了解不够。我要知道你没又中一个是不是？那代表自信心。啊，你的好短，你的对呀，好短。你为什么差那么多？对。不准啊，真的，哎，小郑不会，小郑不会，我来看律师的容易啊，是律师的左手，这边左手的位置，真的，怎么会？让你偷，让你敲鬼呢？超过了，让他跳，敲鬼呢？刘俊耀也超过，刘俊也超过啊，用超过，像我是刚刚好这样子哈，哎，我反而哈，左手哎，右手本命的哈，没有超过，对，我左手是超过的，对呀，那是我后天慢慢被骗的知道，后天被骗之后更有智慧，我用用骗他一点有经验嘛，老师，手指长的就超不过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他是因为你整个的掌型的长短。整个对延续的不一定，明明就是手指长的，没有，这先天不是真的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的四肢都很长，不，你长的话，你这个要跟着长啊，你干嘛这个不跟着长？但我听说过那院起有补救方法，有时候就把尾指的指甲留长一点。对对，哦，所以我常常看有人在抠耳朵那种，留长一点。这个是四个重点。哎，但是你也千万别以为啊，我拢痛鬼，我长就好了啊，你就放心的，就不会有任何人骗你啊。其实要。骗你很容易，台湾目前哦，在是我们的法律哦，不足以吓阻任何作奸犯科的人呐。啊，我顶下我们是安尼讲，一审重判，二审减判，三减三审，等来去厝来吃地卡米，还佫加卤蛋，对不对？根本都实在是已经拢大家免惊啦。啊，所以哦，就各位歹人，千万莫做歹人哦，感谢。